这个我上油管啊有一个月了，很多朋友说要促进促进，哎呀，我一直都是隐藏着哈，但是在大家的催促下，那我就促个进吧。我以前呢是教粉画的，就是这种粉笔啊，我觉得这种粉笔效果特别好，不论是画出它自己的特色，同时呢还能画出油画水彩的那种感觉，反正是很丰富也非常简便啊。最近呢我买了 iPad Pro、用这个 Procreate 这个软件来画，这就是那个 Apple Pencil 啊，那个笔二代。其实用这个呢在软件里边同样可以模拟粉画啊，这个软件模仿力很强很强啊，模仿任何画种都可以，不行的话你可以从其他软件里边下载一些笔刷啊，你可以自己自创一些笔刷适合你画，你就来画哈、效果特别好。我今天画那个牛仔，因为我以前画油画就是画牛仔的嘛，卖还不错，在美国中部啊，阿里州那呀，什么几个州啊，还卖得不错。我就想通过油管，模仿手绘，应该叫架上绘画，用这种方式呢，来教大家画画，大家喜欢就好啊。这个用这个笔完全可以模仿出来。我画的比较简单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，我可以上就是更精神的课哈，就是进度课。我只是这现在画的只是个初级，只是个大色块，让大家找好这个关系就好了，找好几个大关系，没有细刻画哈。所以说今天的第一次出镜，希望大家喜欢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